房车之家更加专业的房车测评。大家好，我是全兴。话接上回，在同样的地点，我们去做了 V363 和福特的 V348 这两款底盘的一个横屏对比啊。当然，那两款底盘呢是打造 B 型房车的。那有些网友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一一的去看了，说福特的 V348 马上要面临停产了，那能不能把同样是二类底盘的福特的 V363 和依维柯的欧胜来做一个对比？OK， 没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把萝卜和青菜一块儿放在大家眼前，看看到底是萝卜更合您口味呢，还是青菜更好吃呢？我们对比完了之后，您再做选择。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个主角，一个是依维柯欧胜的4.5吨的底盘，一个是福特 V363 5.25吨的底盘。那说到这两款底盘，它们的承载啊，其实都是有两个版本。依维柯欧胜呢有4.5吨和6.5吨两个版本，而福特的 V363 有4.5吨和5.25吨的两个版本。那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看的是 V363 的4.5吨的底盘，所以今天呢，我们把这两款底盘放在一块儿来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从账面的数据来看到的话，其实福特的 V363 这一款5.25吨的底盘，它的最大的承载肯定是优于4.5吨的。但是依维柯欧胜底盘在设计的时候呢，有一个40%到50%的设计的冗余，所以它的底盘的承载能力你是完全不用担心的。福特的 V363 这款底盘出来之后啊，很多的网友包括房车的爱好者们都说啊，对依维柯欧胜的底盘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冲击。其实这话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看你怎么看了。这两款底盘把它放在一块儿的话，有一个视觉上的最直观的不一样，就是它们的外形不一样。首先说到我们的老朋友依维柯欧胜的底盘，那这款底盘的话，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舒服，非常习惯了。它的整个车头部分的话是有一个向下俯冲的，那这边的车灯啊是有一个 LED 的灯带，那下面是卤素的大灯。那相比较于这样的车头的话，福特的 V363 这款新底盘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觉的感受，那就是整个车头会显得更加的饱满，更加的圆润，当然也有一些棱角分明的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偏向于美式的豪华和它的这种肌肉感。看它的车灯啊，前面是有一个 C 字形的日间行车灯，搭配着 LED 的大灯，所以整个眼睛这一块啊，真的，视觉感受肯定要比依维柯欧胜来的更加的美观，更加的舒服，而且更加的高档豪华。在这两个车头部分啊，他们的这个中网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差异的。福特的 V363 它的中网这块的大小面积啊，明显是比依维柯欧胜要来的更大，所以看上去啊，视觉的直观感受是福特的 V363 整个前脸会显得更加的有气势，更加的有张力。外观方面除了车头不一样啊，那么在他们的整个顶高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后视镜不一样啊，很明显福特的 V363 它的后视镜的高度要低于依维柯欧胜的高度，而且依维柯欧胜的这个后视镜呢要更加的宽大。来说说这两款底盘它们的相同之处啊，当然这个相同之处呢比较少，那就是前单胎后双胎的一个设计，而且它们的轮胎的尺寸都是一样的，都是195、75、16的一个轮胎的尺寸。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们的轮距有着细微的差别，福特的 V363 要比依维柯欧胜的轮距要大一点。那说到它们底盘不一样的地方呢，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它们底盘的承载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依维柯欧胜，我们的老朋友，它是采用的非承载式的车身。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硬派的越野啊，都是采用的这样的车身，它的抗压能力、它的承载能力会更好。可以看到前面有前梁、有中梁、有后梁，还有侧梁啊，所以它的整个的耐造性会非常的好。而福特的 V363 这款新的底盘是采用了一个承载式的车身，我们的家庭小汽车啊都是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底盘，它能够带来的好处是什么？轻量化啊，同样的两个底盘放在一块儿，福特的 V363 要比依维柯欧胜轻了将近200公斤啊。那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驾驶感受还有乘坐的舒适感会得到一个不错的提升。这两个底盘它们的发动机排量啊，包括它的动力参数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老朋友依维柯欧胜，它的发动机呢是采用的 3.0T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匹配的是 8AT 自动变速箱，最大的功率是123千瓦，最大的扭矩也就是峰值扭矩400牛米。那我们的新朋友福特的 V363 同样是采用了 8AT 的自动变速箱，而发动机方面是采用了 2.3T 的彪马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28千瓦，而最大的峰值扭矩是430牛米。那很明显依维柯欧胜 3.0T 的排量要明显大于福特的 V363 2.3T， 但是 2.3T 的 V363 它的功率还有峰值扭矩要大于依维柯欧胜。
那现在我是在福特的 V363 的这个驾驶舱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个驾驶舱里边呈现出来的感觉，其实更加非常偏向于我们的家庭用车，我们的小轿车了。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 12.3 英寸的一个智能的大屏啊，这个大屏的话是两块大屏组合在一块儿，并且是能够提供智能的这个主动语音的唤醒，比如说你好福特，在呢，非常的智能。不一样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它的方向盘啊，那福特的 V363 它是采用了电子助力的一个转向系统，所以我想啊，它在驾驶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更加的轻盈。另外它也匹配了一个电子手刹以及 Auto Hold 啊这样的一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同时还有一个 Sport 模式啊，给你的驾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或者说可玩性也会更高一点。那可能会有些朋友会问了啊，之前了解过 V363 呢，会说，哎，为什么这车它没有 ADAS L2.5 级别的这个驾驶辅助功能呢？哎，确实，那这个功能的话是后期需要您选装的。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啊，现在是在依维柯欧胜的底盘里边啊，大家已经很熟悉了。说实话，它的毛坯房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塑料感会稍微强一点，你能看到、你能摸到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塑料的，除非后期进行一些包覆。那原厂出来就是这样了，中间有一个LED 的大屏幕，说实话这个屏幕呢尺寸不是特别大，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使用下来之后，大家会发现其实它使用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并且带有导航啊，有这个 CarPlay。 那方向盘方面的话，它是采用的液压助力转向，那手感是比较偏重的。那比较好的是什么呢？它带来了一个气旋的座椅啊，舒适性方面还是可以的。那这辆底盘它的静音效果也是有着一些差别的啊，我们点火不打开空调，同样的环境之下，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相差多少。首先是依维柯欧胜，那同样的方式我们来看一下福特的 V363。 那这两台车我们都是取了一个最高的分贝值啊，一个是65，一个是55啊，相差了10分贝，所以这么一对比的话，是不是特别直观呢？福特的 V363 在静音效果方面也是完胜于依维柯欧胜。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两个底盘带来的这个驾驶感受方面的一些区别啊。首先是依维柯欧胜的底盘，咱们的老朋友了，对于他来说的话，黄金动力组合在动力方面是完全没有问题的，3.0T 加上 8AT， 但是变速箱和发动机的一个匹配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点意思。尤其是你看我们低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它的顿挫感还是非常明显的啊。那么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方向盘，采用的是液压助力方向盘啊。我们老司机的话，可能男士啊打起来稍微好一点，但是女司机来说的话，可能就比较困难了啊，是比较重的一种助力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在驾驶舱的一个感受就是，它的确实噪音的表现啊，控制的确实不是很优秀。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这辆全新的 V363 啊，那它的驾驶感受，说实话我坐进来之后啊，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就是整个营造的这种豪华感、科技感也好、舒适感也好，肯定是要比依维柯欧胜要来的更强的啊，更加的直观。那么关于这个发动机变速箱的话，它的顿挫感明显在低速的过程当中要比欧胜的那款发动机啊变速箱匹配的要来的会更好一些。你看顿挫感小很多啊，或者说更加的流畅。那么对于这个方向盘啊，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电子助力的方向盘啊，甭管你是新手司机还是女司机，我觉得都是非常友好的。你看我一个手打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啊，非常的轻松。那今天的这条视频呢，其实是把这两个底盘啊明明白白的放在大家面前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说实话，各有各的好处啊，各有各的优点。那依维柯欧胜的底盘有着更好的承载的一个非承载式的底盘，以及市场多年的检验。而新款的福特 V363 它的出现，正如网友说的，对于依维柯欧胜的底盘，它的江湖地位是不是有着很大的冲击力？其实我觉得啊，福特的 V363 其实是给我们的 C 型房车或者是 T 型房车，给我们的房车的爱好者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当我有着跟你依维柯欧胜啊，有着差不多的动力，甚至比你还强一些的动力的时候，你该如何选择？当我福特的 V363 有着更豪华、更加舒适以及更加科技感的配置的时候，各位，您又该如何选择？那到底怎么选？我觉得还是要看接下来这两款房车，他们打造的 C 型或者是 T 型房车，他们的市场表现，我们再来论一论。好的，还想看什么样的房车底盘的对比啊？请在评论区留言，这里是房车之家，更加专业的房车测评，我是全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